忘记说他第一次进厨房，我也不是说第一次进厨房，就是说很少去真正煮菜。对，看到摄影师就有点敏感。我顶上就脱啦，有一个第一天忘记了，真的会忘记，真的会忘记，脱完然后穿上去，然后。应该要先大家稍微自我介绍一下。波哥你好，我是王子，我在红队。我是品浩，品浩，然后我是总冠军。哇塞，哎，你削了总冠军，被削了。波哥，我叫君伦，君伦，然后我也是总冠军。哦，波哥，嗨，我也是总冠军。我来煎一个祖传蛋。好啊，祖传蛋，我们今天有一个一颗就好了。平常没有在弄的，你不用弄了。哦，平常没有人要就来这里弄啊。啊，你请问你是加油了没？当然了，难道油不够啊？够了，因为这种蛋就是要油很多，够了。我自己看他拿这些东西，我就觉得很怪嘛，在那边硬要弄，但我觉得 OK 啊，我觉得他可以为大家做一些他平常不愿意做，至少跳脱一些舒适圈。我们在等庾澄怀跟那个王子狗狗邱家日常吵架。哦，对，他们的吵架，他们很真实，让我们很羡慕。但其实不是吵架，是斗嘴。而且听到那个什么王子说他第一次进厨房，也不是说第一次去进厨房，就是说很少去真正煮菜。哦，对，你要煮船蛋，那超难念。家传。你说祖传蛋，后面还有橡皮筋世界赛。哦，等一下可以期待一下。之后会有。对，看到摄影师就有点敏感。我顶上就脱啦，有一个第一天忘记，真的会忘记，真的会忘记。脱完然后穿上去，然后就，我弟没在。品浩不要，他说他比较闷骚。对，但品浩其实有慢慢打开，他现在已经没有，他被军人打开了。品浩现在不一样，现在不一样。他现在是军人的弟弟。好，现在一起同时讲一句话。3、2、1，好听！哎呦，我去啊！他没有。在我们的民宿里面，我们只要哼一句歌词，郭哥就会说好听。就算我们唱的不怎么样，郭哥还是会很捧场的说好听。有时候是进阶到有人打喷嚏，然后就好听。然后想放屁，好听。因为他说好听。你用两个字形容刚刚的节目。用两个字形容刚刚的节目，你应该知道。一起好看。我们全部开车下去找你玩。你们可以开巴士下来啊，然后我们感觉不错，去我那边可以顺便吃完饭，我们可以顺便健身嘛。要健身啊？不然先缓缓啊。